起了，在一起好啊！哎，小熊，你是哪儿工作的呀？哪儿人啊？住哪儿啊？那什么时候结婚？哎，小熊不是跟你一块儿去的吗？我这准备了三个人份呢。人家刚回来，我突然去叫他，多不方便。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又不是第一次啊。你们俩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就不能沉着冷静一点吗？今天不去，今晚都瞒不过去。走。南希，让你叫个人怎么？怎么这么久啊？你们去古镇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？肯定拍了好多好看的照片吧？给我看看。这不是合照，找个照片这么费劲吗？来，我看看。锁屏了。解锁。天哪，这个照片你们也……妈，下回我也带你去找吧。说好了啊，带我一起去。那个，哎，找到了，这一锅了。呀，我的锅。